嘿，翻嚟第四節嘅好人經濟嘅時間啦。咁樣咧就喺我哋最後30分鐘啦。咁樣，喂，今日2月1日喎，係啊，即係個銷售要做好啲先得喎。如果唔係就吃力啦，吃力啦。咁樣咁就市況要暢旺啊嘛。2021年要向好，應該一日比一日旺啊嘛。咁樣咁就喂，睇而家賣成點先啦，有冇多到啊？冇啊，咁啊仆街啦！啊，咁啊賴嘢啦，睇下先。情人節嗰個好似多咗個咯，那個保温壺套裝，保温杯套裝。情人節花茶禮盒連保温杯套裝咧，就買兩些咁樣。咁啊，今日最受歡迎都係香濃黑蒜火腿響螺湯包。我哋煲咗一陣飲。咁啊，買四個，咁樣買四 set， 跟住然之後，我特極力推薦嘅呢個咁嘅三菌原杯湯嘅五包裝咧。你買得一 set 啫喎，屌好弱喎，好疲弱喎。跟住有呢個雞松茸黃耳圓肉蓮子湯咧，五包裝咧買咗一 set。呢個香濃黑蒜火腿響螺湯拼呢個咁樣嘅滋潤雪梨海底椰焗湯套裝咧，就買咗一 set。五味合子嘅絲房蘿蔔糕買咗一 set， 跟住然之後熱狗扣襟針咧就買兩 set， 跟住然之後咧即食日式基煮鮑魚兩盒裝啊買咗一 set， 仲有呢個咁樣嘅熱血荷蓮揮春買兩 set。電子產品方面咧，呢個咁樣嘅我哋不斷咁話好抵，但係你哋都唔買嘅，頂你個肺！就係呢個咁嘅新春牛年電子產品福袋啊，買咗一 set， 同埋呢個智能 Momex 嘅智能體脂榜咧就買兩 set 嘅咁樣。喂，買得太少喎，買得太少。咁最受歡迎就係呢個香濃黑蒜火腿響螺湯啦。咁啊，喂，到底係點解會咁受歡迎呢？如果新聽眾唔知嘅話，你就俾大家睇下。嗱，我哋煲咗，呢個就唔係焗啦，呢個煲咗嘅，煲咗嘅咁樣。嗱嗱，呢個係一包嚟嘅。咁我哋用煲煲啦。咁啊，頭先煲咗大概30多分鐘啦。係。咁樣咧，就俾大家睇有啲咩啦。咁啊，有好大嚿黑蒜啦，俾大家睇下嚿黑蒜幾大嚿。黑蒜，咦？嗰嚿咁大嚿咪就我拆開咗啊！係咩？拆開咗啊！拆開咗，拆開咗個黑蒜。其實係，喂，有啦，好大嚿黑蒜啊嘛，非常之大嚿啊嘛，咁樣呢個正嘢啦，味好濃啦。跟住然之後有好多蟲草啦，跟住然之後仲有就有呢個火腿啦，火腿係見到火腿啦，係啊，金華火腿啦，仲有咧，跟住。炒下先，哎，響螺，跟住然之後有螺片啦，螺片啦，有圓貝啦，非常之香啊咁樣，咁就香到爆炸，我而家已經聞到好香啦，喂飲啊，好正，非常之正，所以呢個係最受歡迎嘅湯嚟嘅，最受歡迎嘅湯，超正。今天要推高啲嘅銷售喎，我哋努力啲，努力啲。依家都係林海利嗰個數據作假，嗰十零日令到個係啊，令到嗰個測試，令到個測試出咗個誤差。你唔可以臨亂 set， 你讀文科尤其是，你讀文科唔可以臨亂 set 呢啲嘢啊。對數字唔敏感啊。正喎，壓一壓佢會更加啲出味。邊個壓一壓佢？呢個黑蒜，其實壓一壓咧，你會其實會見到佢啲汁係飆出嚟濃郁咗。係咩？咁犀利？係，所以我壓爛佢啦。係咩？我你都識烹飪，我睇唔出。有啲研究你都開始係嘛？你都開始有啲研究。有難度。臨海烹飪算好嘅，其實臨海烹飪算好。係啊，算都算係，係啊，比起阿南嗰啲，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嗰啲極品，佢都係拍斷個出自一定。哦，嗰啲風格，嗰啲係風格嚟嘅啫。係咯，嗰啲係咯，風格嚟。佢都煮到個面嘅，碎少少食啦。咁啊係嘅，佢都起碼煮到個面。啱嘅，煮到啦。阿南煮嗰啲我真係食唔到嘅。真係食唔到，唔係講笑。阿菲，你揾只快試啊！得唔好啦，我都唔會再俾佢煮，冇搞啦。我要報 Kyo 嘅烹飪班。唔係，佢話報咗 Kyo 烹飪班嘅喎。哇！超級多，你要勁多。可以睇下 Kyo 教唔教到佢喎？有翻身嘅一日嘅喎。都我相信 Kyo。
我覺得都窄啲嘅，都窄啲。但係除咗阿南之外，仲有冇啲你印象深刻嘅人選係可以參加個地獄廚神啊？哦，咁啊，當然有達令啦。不過達令而家達令退咗休啦。係啊，不過達令退咗役嘅。達令而家應該，我相信達令而家主演應該進步咗。早排佢都有諗入得口應該，我諗入得口先。咁要挑戰一個神級喎。我記得以前睇《Darling》煮嗰嚿啫喱真係好經典，係啊，震撼！幻想唔到點樣可以整出嚟。而家 Sherry 應該都冇嗰個級數，冇。其實 Sherry OK， 佢識煮㗎。你唔好講笑啊！嗰啲節目效果嚟㗎咋？你唔好講笑，講笑揾第二樣啦。嗰啲節目效果嚟㗎咋？唔好講笑啊！咁開姐，你覺得你四個學生妹邊個煮嘢最差咧？最差？最好唔敢問啦。最差？其實唔知道，其實我覺得咧，節目係唔能夠作準嘅，因為大家都喺度做緊節目啊。其實大家係咩 ？Sherry 唔係淨喺節目嗰度煮嘢噶嘛？係咯 ，Sherry 唔使討論啦。唔係 Sherry 佢係唔肯用榜啫。唔係啊，你反而淨係用節目嚟到作準。係咯，你都未撚整睇過 Sherry 整翻嚟嗰啲嘢，屌你老味！嗰啲唔係佢整噶嘛？嗰啲佢整噶，屌佢老味！定係你之前當唔識佢啊？係啊，你當睇佢唔係識咗 Sherry 好多嘅啫。我唔係佢啊。我而家開始試下湯啊！依個我都第一次飲啫。哇，正，好正！好濃郁啊！係啊！我呢個咁受歡迎，原來有原因嘅喎。係。係咪啊？同其他嗰啲真係唔同嘅喎。你呢個係咪覺得濃郁啊？好濃郁啊！同埋好，即係其他嗰啲係個味好。即係好香好成嘅，但係依個嗰啲湯味、肉味咧，成個咧係勁濃，好、哦、即係可能你唔明㗎，好厚身啊個湯。哦，係。好豐富啊個味道。咁好多就係得個甜啊，或者其他味道清啊，但係依、這個哇啲肉味好誇張。但係陳秋偉就嫌呢個濃得㗎。哦，係。佢嫌呢個濃。其實我哋今次煲呢個湯相對係落多咗少少水，因為燜燒杯佢係750ml嘅啫嘛。咁、我哋頭先畢完三碗係剩翻少少，但係而家仲有可以畢多一碗出嚟嘅。但係佢都好濃郁咯，即使我哋落多咗水。嗯，同埋我明阿飛講嗰個覺得其他係。清啲呢個濃郁啲，因為好似例如三分圓貝湯咁樣咧，佢係傾向菌味非常之重，但係呢個又有金華火腿啊，又有蒜啊，又有螺啊，咁佢個味道就會好似個層次係好似多啲咁樣。個蒜味吊起咗。係啊，呢個螺頭都甜啲嘅，正話，因為吊啲味出嚟，雖然佢就冇燜燒杯咁腍，但係嗰個螺頭飲就。吃下去有啲咬口同埋好甜，呢、這個好飲啊！真係，呢、這個好飲啊，正！阿飛都推介，阿飛都推介正。唔怪得呢個係長勝。唔係，其實我覺得 Sherry 同 Darling 係不相伯仲嘅，應該都係咁撚離譜嘅，即係嗰啲。咁離譜，係啊，即係都係離 ，Sherry 同埋 Darling 都係離譜嗰一類嘅，即係嗰種異想天開嗰種離譜。異想天開，即係怪嘅味道咯，整啲好撚怪嘅質感啊 ，Sherry 整嗰啲嘢好撚怪嘅味道啊，好乾好柴咁啊，因為整到冇味啊。我唔知道，我冇試過。唔係你有冇試過？你第一集定第二集學生妹唔係整咗個汁嘅？個汁係冇事噶。嗰汁冇事，嗰汁冇事噶，結到一劈，唔知咩咁喎。嗰個焦糖啊嘛，係啊，嗰個汁其實冇事噶。你有冇試過？唔係焦糖，首先係要攤翻凍先。唔係，不過我想講，我哋用個糖係
用錯糖嘅，其實因為個糖咧，我哋你整嗰個蘿蔔糕都係有事嘅，不過你哋覺得冇事。哦，唔係，但個蘿蔔糕啊，事後啊，我哋可以討論啊，其實已經出曬街，可以討論個蘿蔔糕啦。咪雖然全部都係奇異嘅，即係同達令都係嗰個方向，都係嗰個奇異嘅味道嚟嘅，都係走朝奇怪嘅方向發展。係，老闆娘覺得啱 ，Sherry 係肯跟食譜煮嘅。但阿南應該係最難，Sherry 唔肯用磅嚟。阿南係最難食嘅，阿南係冇乜特別嘢，佢就即刻難食嘅。但阿南未正式煮嗰樣嘢喎，佢而家都純粹係加熱啊。係加熱都難，變咗係煲啲嘢啫喎。佢可能要真係煮一次，可能會先可以比較個高低。阿南嗰啲難食係冇趣味嘅難食啊，純粹嘅難食，即係單純嘅難食，冇驚喜，冇啊，冇，即係你冇歡樂位啊嘛，純粹係難食，即係嬲嬲地啊，即係食完係會有嬲嗰種感覺噶，堅係嬲噶，冇大件事喎，星期三會唔會？唔係，而家唔俾佢點咩嘢食，唔得唔點得，係唔即即即即即有一種。即刻有一種油然而生的憤怒，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的憤怒。這陣子加上你燥底，如果再出事就很大件事。即是Darling那些或者Sherry那些做出來的難吃的東西，你都會覺得哇，怎麼這麼搞笑，怎麼這麼奇怪，這麼這麼荒誕，它有個荒誕的味道在這裡。阿南未發揮而已，他可能可以挑戰他們兩個的，後來真的叫他 Kiro 格去報什麼班，好像報了糯米飯，不知道問下他生炒糯米飯，是啊，他報了 Kiro 的班，到時叫不過我覺得整一個回來試一下，我覺得要學和要練習的，但是可能未練習夠而已。有些東西是講天分，有些東西真的是講天分，是不是呢？阿菲你覺得，如果主食講不講天分，一定講，有，一定有，其實講細不細心，我覺得味覺啊，跟味覺關不關係呢？我覺得細心是差很遠的，味覺我覺得沒什麼，不是很重要咯，不是很重要，因為我以前吃煙的時候，基本上都沒有味覺那麼滯，那都喂，人買幾人？佢非常好啊！買一個咋？謝謝大家。咁邊個同佢對戰咧？要快啲揾多個人買喎。係啊，要對戰啊！係咯。咁煮嘢食，細心，我覺得反而係你要一路思考緊你煮緊嗰樣嘢，你想做個咩味道出嚟咯？咁你當然味覺好重要啦，你試唔試到嗰種味道啦？咁但係你煮唔煮到嗰種味道出嚟，又係一個問題咯。咁、那個食物會喺個鍋入邊不停地咁變化，咁你就細心去觀察嗰樣嘢究竟係咪容易唔容易？好，係咪跟緊你想做嗰個方向去緊咯？咁我係覺得，所以我覺得煮嘢食其實好容易嘅，即係好似老闆喺我心個啲柱都係亂咁嚟噶啦，即係求其撈下撈下，我覺得咁就出現咗噶啦嗰樣嘢。係喎，咁你只不過係。是想一你事前想一想咯，你不要煮煮下先走去想咯，那你就遲了的了。哇，勁喎！卡士話Darling冇退步的空間喎。Darling係離奇嘅，係離奇。但Sherry都係呢個方向嚟嘅，Sherry都係走離奇嗰個方向。但Sherry嗰啲好少喺幕前度俾人試食到。Darling多數就直接表現了在鏡頭之前，咁Sherry有幾咁誇張咧？應該以前係阿柔瘦得最多喎，以前都係揾阿柔去試食啊嘛。唔係佢之前好中意攞翻嚟嘅，後來俾我哋鬧得多，佢先至唔攞啫嘛。Thank you。係啦，咁樣咧就這個喂，今天就現在還有15分鐘了，這樣喂，再說一次有什麼賣。好，我們看看這個一月的 Top 5先，賣多些機械人啦。是啊，機械人
一月嘅 Top 5有呢一個五味合子嘅港味私房蘿蔔糕，熱血 Market Place 價係250蚊，限時優惠只係238蚊啫。咁呢個蘿蔔糕其實係最後三日有得買，所以大家要有買趁手快啲買啦。同埋我強烈建議大家一買買兩抵，講埋真係會好遺憾。嗱，呢個最後三日啊，最後三日啦，禮拜三就禮拜三買埋，禮拜三就截咗啦，咁樣可以又買趁手啊。芋頭糕都係嘅，雖然芋頭糕唔係 Top 5，但係大家都可以買啦。都係最後三日有得買。咁Top 第二個就係呢一個皇天保佑嘅熱狗襟針，熱血 Market Base 價係280蚊，限時優惠只260蚊啫，就可以有一粒咁靚嘅銀色扣襟針噶啦。跟住下一個就係阿毛嘅棉布雨織，可以揀 S 碼、M 碼、L 或者 SL 嘅，建議大家買大一個 size， oversize 咧會好睇啲嘅。可以而家咧淨係得翻兩款紋嘅啫，就有呢個刺魚同埋有植紋，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好人經濟嘅直播，咁樣先會搶到一啲你即係可能啱你心水嘅紋。如果唔係咧，過咗就冇噶啦，真係。熱血 Market Place 價咧係440蚊，限時優惠只係350蚊啫。跟住仲有即食嘅日式機煮鮑魚兩盒裝，一盒有五隻，每隻係30g。熱血 Market Place 價係208蚊，限時優惠只係196蚊啫。跟住有下一 set 就係呢一個熱血賀年揮春套裝，一共有8張嘅，包括有呢一個恭喜發財、身體健康、萬事勝意、新春大吉、皇天保佑、國泰民安、天佑移民同埋吉祥安康嘅。熱血 Market Place 價係50蚊，限時優惠只係48蚊啫，超級抵。好，跟住有呢一個電器。有這個剛才玩了很久的智能紫外光拖掃機械人，熱血 Market Place 是紫外光啊，大佬，是啊，殺殺有些光線射出來殺死人的，殺菌消毒，是啊，熱血 Market Place 價是1980蚊，限時優惠只是1580蚊，那大家可以 download Momus 的 App， 那就可以很好好玩地去操控它，改裝它對戰機，你一定要 download 過 Apps 的，是啊是啊，是一定要的，是啊，那你教 Auto 又可以，或者是你可以即是跟人對戰，如果沒有那個 Apps 是開不開動到它的，其實我想它應該開到的，它有 Power 的，它的 Power 就是按到的，或者就這樣在機器那裡都操縱了它，但可能就沒有那麼多分順給你選，是啊，有 App 就會好玩一點，還有 Moments 它其實它的 App 可以連其他所有的電子產品都在裡面的，是的，那一陣間那個體脂榜都可以用到的，有人說買了吸塵機就是它，這個 Fanny 來的，有新玩具，這個 Fanny 是我們主持的 Fanny， 是嗎，是嗎，是我們主持的 Fanny 來的，似是喎 ，Fanny 都係有隻狗仔嘅。好，跟住咧，我哋落下一 set 先。下一 set 就係呢個新春牛年電子產品福袋，我覺得係非常之抵，因為裡面咧包括有呢一個無線充電流動電源嘅，有10000mAh， 跟住仲有呢一個變攜式空氣加十香氛燈，仲有呢一個無線鍵盤滑鼠組合，同埋有快速充電線一米長嘅。熱血 Market Place 價係688蚊，限時優惠咧只係538蚊啫。跟住有呢一個多用途隨身消毒筆，係黑色嘅，熱血 Market Place 價係358蚊，限時優惠只係288蚊啫。跟住就有頭先玩咗一陣嘅智能體脂榜，可以揀白色又或者藍色。熱血 Market Place 價係268蚊，限時優惠只係238。咁佢同出面唔同嘅地方係出面可能好多體脂榜就淨係得check到體脂同埋check到你幾重，但係呢個咧 download 埋 Momus 個 app 咧，佢就有好多其他嘅 data 俾到你，即係例如你有幾多蛋白質啊、protein 啊。你的骨幾重啊，肌肉有含量幾多啊，那些全部都可以顯示出來，所以其實這個是非常之值得買，是的，稱骨喎，骨有幾重，通常死了才知道嘛，外面很多以前新款少少那些呢都是只有四至五款的數字的，但是這個 Moomers 這款呢就有十幾項不同的數據給你 check 回的，是的，那這個其實都值得，人都未死知骨幾重是啊，咁但系呢个记得孕妇同埋，如果你有做过手术，身体入面有骨钉嘅话，就唔好用啦。系啦，体脂绑就其实系啦，就应该唔可以用呢、這个。电流唔好大嘅，但系小心啲啦，最紧要唔好湿，即系脚唔好湿去绑啦。系啦，咁跟住除咗电子产品之外咧，今日都仲有心灵养生方嘅汤包同埋茶包。咁包括有第一只就系呢一个情人节花茶礼盒连保温杯套装，里面包括有奶白色嘅保温杯350ml，仲有牛蒡无花果茶两包。茉莉胎菊花茶兩包，同埋呢一個菊花杞子原肉茶兩包，羅漢果洛神花茶兩包，紅棗原肉玫瑰花茶兩包，同埋有呢一個健脾去濕菊茶兩包嘅，仲會連埋一個靚靚嘅禮盒。熱血 Market Place 價係328蚊，限時優惠只係288蚊啫。跟住有情人節
湯茶包連燜燒糊套裝，包括有醬印牌燜燒糊750ml，仲有滋潤蟲草花黨參蘿片湯一包，健脾去濕菊茶兩包，菊花杞子圓肉茶兩包，羅漢果洛神花茶兩包，洛神玫瑰花茶兩包，同埋都係連埋靚靚嘅禮盒。而血 market price 價係628元，限時優惠只係588元啫。跟住有情人節湯茶包套裝，包括有香濃黑蒜火腿香菜湯包一包，仲有呢一個滋陰蟲草花黨參蘿片湯包一包嘅，跟住仲有呢一個健脾去濕菊茶兩包，菊花杞子圓肉茶兩包，羅漢果洛神菊花茶兩包，洛神玫瑰花茶兩包，紅棗圓肉玫瑰花茶兩包，同埋都係跟埋一個靚靚嘅禮盒。而血 market price 價係338元，限時優惠只係298元啫。跟住仲有呢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香濃黑蒜火腿香菜湯包五包。而血 market price 價係298元，限時優惠只係270元啫。跟住有老闆近期嘅至愛就係呢一個三菌圓貝湯，好正啊！三菌圓貝係啊，超級正。而血 market price 價咧係290元，限時優惠只係268元。仲有姬松茸黃耳圓肉蓮子湯五包，而血 market price 價係298元，限時優惠只係270元啫。仲有呢一個三菌圓貝湯拼姬松茸黃耳圓肉湯蓮黃耳圓肉蓮子湯套裝。都是各三包加埋係有六包嘅，而血 market price 價係348元，限時優惠只係320元啫。最後咧有呢一個香濃黑蒜火腿香菜湯拼滋潤雪梨海地椰菊湯套裝，都係各三包 ，total 有六包，而血 market price 價係330元，限時優惠只係300元。係啦，就係咁多啦。阿菲，你都係覺得呢個咁樣嘅香濃黑蒜嗰個最好飲係咪？我中意濃味啲，我就推薦呢個多啲。嚇，係啦，但係嗰、那個。三菌圓貝嗰個清甜都係好飲嘅，只不過純粹我中意濃味啲、肉味重啲咁解啫。咁啊，大家喂買嘢啦，買嘢啦咁樣。喂，咁就係喎，真係個 friend 嚟嘅，真係我哋嘅主持 friend 嚟嘅咁樣。咁佢最近有啲唔舒服啦，遲啲先休養緊啦，而家遲啲先翻嚟做節目啦，咁樣。咁咧就係啦，喂，咁我想講啊，我有樣嘢想講，就係咧，其實咧嗱咧，而家咪賣緊，而家限時優惠都有呢個咁嘅蘿蔔糕啊。係，咁咧蘿蔔糕咧，我想問下，因為蘿蔔糕係上個月最受歡迎嘅產品嚟噶嘛，係，咁其實係賣咗好多噶嘛，但係咧我想講咧，我冇見過你貼蘿蔔糕嘅相嘅。你哋係咪？你哋咪全部都未拎？但係因為有分三個時段拎噶嘛。咁其實之前嗰個拎貨嘅時段已經係嗱，而家已經進入咗第二個時段啦。第一個時段已經第一個時段攞貨嘅時段已經結束咗啦。其實攞咗貨嘅人應該係已經食咗嘅嘞噃。唔係應該啱啱攞咗六日啦，即係大約一個星期啦，攞咗應該一個星期嘅。點解仲未見你哋貼相上國立大台嘅？奇怪喎、啊，冇理由全部都未攞噶。定係會唔會佢哋整出嚟失敗咗咧？定係唔會失敗㗎？即係有啲人可能攞嚟煎煎到散曬啊！咁即係煎到成嚿炭先，或者可能就咁樣蒸完。唔好煎啊，蒸好啊！蒸完白雪雪就定係好食得滯，唔記得咗影相咧。唔係蒸唔會失敗㗎呢、這個，係啊，蒸唔會失敗。蒸係蒸熱佢啫嘛，只不過係蒸係蒸翻熱，佢蒸好咗㗎啦嘛，因為咁你所以奇怪喎、啊，點解你哋唔貼相嘅？喂，貼出嚟，喂，趁呢兩日，剩翻呢兩日。最後啲，剩翻啲三日，最後嘅銷售期間，大家都講下個評語先啦。大家都俾下啲，俾啲反應俾我哋睇下。有人話啱啱收到喎、哦。喂，蘿蔔糕真係嗱，嗰、那個芋頭糕咧就煎，嗯、蘿蔔糕咧就真係咧，就真係真係蒸好味啲，真係蒸好味啲。哦，好多都可能過年先攞啊，未必喺個 A 嗰時段嗰度攞。哇、哦，係咪啊？有個下有個下阿 GW 話下星期先攞咁樣。我就奇怪了，明明賣了這麼多，明明已經賣了這麼多，為什麼沒有人說過呢？沒有人討論過呢？這樣奇怪了，這樣。那就，欸，那就，還有就是，這個，還有些什麼是很多人買了又沒有人討論的呢？還有就是，鮑魚都未煮了，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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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有見到有人做，不就是那位聽眾，拿了來不知道烚還是浸嘛，那我就說薑蔥爆好一點，又或者就這樣吃就好一點。鮑魚都見過一兩個 post 的、嗯、金蠔呢？金蠔見過沒有？金蠔未，金蠔是留過年先煮呢？他們會不是，金蠔是早幾天的事來嘛，金蠔是，是不是？金蠔是上個禮拜啫嘛，上個禮拜賣啦，係啊，上個禮拜先賣啫嘛，嗰、那個
金豪分分鐘未攞添，金豪有啲可能啱啱先攞先。裝號啊，唔好裝號啊！屌你老味，你做乜嘢裝號要買嚟食噶嘛？好食嗰啲狗咪股市啊嘛。佢冇個防腐劑，所以大家其實唔好擺太耐。所以裝號都係唔啱嘅，林文高。唔好啊，唔好裝號啊，唔好裝號啊，要食啊，要食啊咁樣。同埋你知道好食可以又買多底啊嘛。系咯，我以为已经有人好食，跟住然之后翻嚟转头买多底啦咁样。诶，原来大家买咗都系未攞嘅，原来大家都系留喺嗰个最尾嗰个时段先攞嘅，原来系咁样。仲有就系、是、饺子都好似近期先出现，系啊系啊，鸡翼就好似都未见过。系啊系啊系、啊，你喂你哋要多啲，你哋要多啲评语先得噶。多啲評價先得噶，咁樣我哋先推動到其他人去參與，因為就唔係好多人，唔係即係個個好似你哋咁樣睇晏晝，可以晏晝呢個時間喺度睇到節目噶嘛。咁就再加上就係可能有時都係睇啲唔睇啲咁樣，咁你冇 miss 咗嗰一集，你就唔知道嗰個雞翼幾好食啊！你 miss 咗嗰集，你 miss 咗嗰集，你唔知道，你唔係你 miss 咗嗰集嘅話，你唔知道我做咗一直播退貨添啦。直播退貨，你唔知道我做直播，人哋帶貨直播啊嘛，我退貨，我退貨直播啊嘛，幾撚勁啊咁樣。不過真係有興趣試一下喎。我聽翻少少先知。唔係，但係我始終都係覺得可能我哋嘅處理方法錯咗嘅，因為我本身我以前自己整啲嘢咧，都係嗰個材料炆完之後咧，都係必須解咗凍先可以加熱，或者一定要可能擺入微波爐加熱到某個程度咧，佢先會淋嘅。如果夾硬冰嘅狀態去煲咧，那個肉就有可能會老咗、鞋咗嘅。但係佢唔係嗰個程度咁簡單，所以我其實嗰日好想講，不如留俾我星期一試一下。佢唔係嗰個程度咁簡單。嗰陣好多人都話想試下，我真係唔可以出貨，嗰個真係唔可以出貨。我諗出咗啲意外嘅。咁樣，咁但係就我就變咗我自己就唔係好有信心出貨俾人啦。因為嗰個唔係嗰個唔係老啲定係咩？嗰個係嗰點講咧？嗰個係即係我以前練打拳啊，牙膠咁啊，係啊，我以前打拳啊，嗰時打拳我唔係淨係咬牙膠，以前打拳我哋要練啊，我哋要練嘅頸同埋下鄂噶嘛，係咁我哋要咬住一嚿嘢，我哋要咬住攞條手帶吊住個牙鈴喺度練噶嘛，係即係練好撚耐咁牙喺度舉練頸啊，練呢啲練啲下鄂位啊嗰啲咁樣，咁你練完之後呢個係軟。跌咗落嚟軟咗，嗰個就係好似練撚完，練撚咁樣另類喎。即係你食完之後，你覺得好似練完下我嗰個感覺。第二日先回復。哇！咁我哋應該向另外一個銷，當晚食嘢都有問題。向另一個銷售方法發展咯。咩？另一個銷售做 gym 係啦。而家我哋冇得去做 gym。你點樣想又食到嘢又可以做 gym 咧？冇顧慮地做 gym。我想個效果勁過斯洛美有條嘢喺度震震震嘅，我諗勁過。但係嗰個好大煲，要揾好多人 share 下先得，一個人練就出事喎。大家一齊練。唔係因為唔係個個有睇，個個喺呢個時間都會睇到個節目噶嘛。你唔知道我哋呢個節目發生咩事噶嘛咁樣。咁你睇唔到個機械人幾得意啊？係咪先？你睇唔到佢睇唔到各樣嘅，可能睇唔到，或者最主要睇唔到我哋嘅反應啦，我哋嘅反應係最直接噶嘛，咁樣，咁樣咧就變咗咧就其實我覺得反應最緊要，尤其是食品又好，用品又好，就係即係唔係個描述啊，唔係個 description 啊點樣啊，而係即係用家嘅 feedback 係最緊要，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哋如果係有用家 feedback 可以俾到多啲我哋嘅話咧，咁啊第一就係我哋都知道係咪，首先第一大家知道我哋係咪鳩講啦，第二就係話我都想知道我哋自己嘅口味係咁樣，或者我哋自己用係咁樣，我哋有時候啲嘢用係咁樣用，咁啊去到你手上面係咪真係好咧咁樣？咁係如果唔好，我哋可能就可能嗰個貨品我哋可能減少啲啊。如果你話佢反應好好喎咁樣，有時反應好好唔係淨係反映個銷售數字噶嘛，而個用後嘅感受好好，而大家唔知咁樣。係啊，咁樣咁我哋要咁啊推廣多啲喎，入多啲貨喎咁樣。我包仲未搶到，而家朝嗰個方向去喎咁樣。阿飛嬲啊！
阿飛第一日就已經講，係咩？未請到好嘛？咁就咁就，所以希望大家多啲 feedback 啦，咁樣。喂喂，剩翻廿幾秒啦，喂，咁啊最後啦，今日，喂，希望睇下最後時間，睇下可唔可以衝到二月一號嗰個銷售會做好啲啦，睇下。大家幫手衝一衝，買多兩個機械人。西德嗰年代買機械人對戰咯，對。係啊，買到幾個機械人咁啊，唔錯啊，大佬。屌你老尾 ！Fanny 報咗名一齊玩啊！仲有邊個同 Fanny 一齊玩？好似 band 大咁樣樣，我哋出機大人咁樣。誒、欸，我哋倒數係三二一，你知道？你知道？睇下有冇增長，查數師。機械人啦、啊，買多兩個機械人，朝 band 大方向發展。遲啲要合體嘅咯，咁樣合體冇問題啊！我哋頭先合體咯，我哋頭先呢部機同嗰部機，我頭先呢部機同嗰部機合體，我哋都已經合咗一次體嚟噶啦，咁樣係啦。喂，咁就係咁啦。咁樣咧就嗱，見到咧就係咧機械賣咗一個啊，咁樣 Fanny 賣嘅，咁樣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智能紫外光掃拖機械人咧賣咗一個，跟住然之後咧新春牛年電子產品福袋咧都賣咗一些。跟住然之後 ，Momax 嘅呢個咁嘅智能體脂榜咧就買咗三個嘅，哎唔錯喎咁樣。咁啊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呢個咁樣嘅情人節花茶禮盒連保温杯套裝咧買兩 set， 香濃黑蒜火腿響螺湯包咧五包裝咧就買咗四 set， 三菌原貝湯五包裝咧就買咗一 set， 雞松茸黃耳原肉蓮子湯五包買咗一 set。香濃黑蒜火腿湯拼呢個咁樣嘅滋潤雪梨海底椰焗湯咧，就買咗一 set。仲有呢個五味盒子嘅絲房蘿蔔糕買咗一底，跟住然之後咧熱狗襟針買兩 set， 即食日式機煮鮑魚兩盒裝咧買咗一 set， 同埋呢一個咁樣嘅熱血荷蓮揮春咧就買咗兩 set 嘅咁樣。係感謝曬，咁就二月第一個交易日，感謝大家嘅，感謝大家幫襯。喂，有人話大媽話佢今日有份託事喎，啱啦，正義啊，正義啊 ，You only live once 咁樣，咁啊大家都群策群力，托起個事佢，托起個事佢，收拾啲大惡係咪啊？而家有啲大惡成日想執低我哋嘅銷售㗎，佢哋喺度。哇！我哋俾人打擊咗好耐。係啊，沽空啊，佢哋喺度。如果唔係你，你唔喺度負數㗎啦，屌你老尾！好撚彩你哋托住個事咁樣，嗱，大家幫手托事，幫手托事。喂，咁我哋今日節目就到呢度啦。喂，感謝大家收睇收聽，感謝大家。就購買之前，咁啊所有嘅電子產品就喺翻電子產品類啦，咁樣，咁啊跟住啲湯嗰啲咧就都會喺翻湯品類，咁啊希望大家就多多支持啊，咁樣，咁就喂今日節目到呢度，感謝大家收睇收聽，感謝大家購買幫襯，咁我哋咧晏少少轉頭咧就國立大台再同大家見面，係咁，拜拜。拜拜。